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青泽之长的频道。今天我将带大家去逛一逛一家日本纯棉手工制作的店铺。这是一家日本纺织的纯棉花布，非常的轻盈舒适透气。在这儿我们已经给大家定制了近百件连衣裙，现在就请大家跟随我的镜头去看一看是否有自己喜欢的花色。大家可以选花色来定的，花色很多。很多好看的花色要自己慢慢选。我之前那个绿色已经没了。这款呢也还不错。上面的这些，以前是做过这款，做过很多，给大家做连衣裙。这款，你看它这款也很好看。对，应该是这款，像漫画一样。其实做出来很漂亮。今年这个夏天他们那个款不是很好看，花色也不是太好，就这款裙子我还觉得蛮好看的，大花很轻盈，日本的这种纯棉很舒服，不像我们国内那种粗粗的，就是这种细细的，很飘逸，穿上去这些都是往年的面料，完了做成成品之后，也就是库存的各一件。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就可以给我。哎呀，这件裙子我觉得超漂亮，这个花色，半身裙。哎呀，这个颜色也好看，这些都是半身裙。如果你也会对这些日本制纯棉花布定制连衣裙感兴趣的话，就留言告诉我吧。